感谢主，今天是我们主内灵金枝姊妹的安息聚会。那我们因为今天人很多，我想说可以就提早开始，在会前我们开始有祷告。亲爱的主耶稣，Amen，何等的感谢你。Amen，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灵金枝师母，Amen，我们做了何等的榜样。Amen，爱神爱人，Amen，与神调和。Amen，主耶稣，带领家族得救。Amen，做了美好的见证。Amen，我们赞美你。Amen，今天的聚会。Amen，更多与我们同在。Amen，高油来涂抹，这里的馨香之气，众人的供应，能够做了众人的供应。主啊，谢谢你，师母的好牧人，带领你师母的一生年代。主耶稣，一生的里面能够经历你，能带人得救。正是我们在这里见证你的馨香。赞美你，你可以自由在这里运行，得着这样的聚集，叫我们众人都得着你的供应。主啊，谢谢你。阿们。请弟兄姊妹、朋友呢翻开手册，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李文智弟兄跟李师母呢他们生前最喜爱的诗歌。常常还会带着家人一同来唱。好，那我们我们请听，我们起个音。第一首耶稣我爱这名。第二页。手册第二页。Oh
接下来由我们弟兄我们师母做生平的介绍。阿们。感谢主，谢谢弟兄姊妹、亲朋好友，今天拨空来到这里。那今天是这个我们在这里的安息聚会，那么等一下会入殓等等。那么明天呢，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追念聚会，那明天早上9:30。所以今天呢，这个时间各面我们都是比较紧凑。所以就简单的明天生平啊会仔细的介绍，那今天就简单的说一下。感谢主，我亲爱的母亲，我们亲爱的母亲是1926年，民国15年6月3号出生，她是生在三重埔那个地方，现在是新北市的三重区。父亲呢是台北中山北路那一带的人，所以呢这个我今天呢，或者明天追念母亲的时候，好像很自然的也会追念我亲爱的父亲啊。他们相聚是27年啊，但是一切都有主的主宰啊。所以呢，我母亲呢，生在一个务农之家。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想明天会详细的说，她有非常特殊的境遇。那这个遭遇培植了他一种特别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非常的刚毅，非常的这个正义感非常强，那么当然也就非常的自义。当时他常常在那里他是全家的大姐，他是老大，他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妹妹，7个弟弟，那其中有3个呢，三位是在很早幼年的时候就因病过世了啊。所以我有长大过程，我有4个舅舅啊，一位阿姨。那么母亲呢，可以说啊，这个长女啊，若母啊，至少是个大姐啊，是大家她的弟弟妹妹都非常尊重的、尊敬的。那么但是母亲的遭遇特别，她因为这个对不起啊，家丑外扬啊，为了荣耀主的名，当时这个舅我大外公啊，他有赌博的习惯，以至于到末了啊，这个家境就有点拮据。这时候呢，母亲竟然在那个氛围底下就自告奋勇啊，愿意在那时候有这种啊，这种社会的氛围啊，愿意被卖啊。来啊，改善家庭的经济。那时候才11岁，你就看见他有非常特殊的心智。那被卖，终于卖到一位姓钟的，我们都见过的啊，一位这个养母那里。那但是呢，到了17岁啊，当然也受了一些基本的教育。到17岁呢，却这个好像发觉他的企图是要把我母亲呢，好像当时讲说，我要给你啊增金薪呐，让你做九国名花啦，意思也就是说九国名花要推到那种不堪的境界里。但是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正派正义的人，他就很强烈的抵死不从，而且过程中还遭受相当多的逼迫，但是他不为所动。当时。当时他只好像啊，唯有在那个大环境里，唯有啊，好像以死明志啊。所以有一天，他就真正到淡水河边。我们都知道我们俗语啊，在北部就是“淡水河无看寡”了啊。所以我母亲呢，就选择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啊，他就他反正就是。夜里深凌晨了啦，夜里他就去啊，走到淡水河啊，要往河里的这个要自己结束生命的时候，神的主宰，感谢主，那时候刚好有啊，在那里啊，专门啊这个叫摩拉，他们去摩拉北拉，好、哦、那种啊，买这个渔夫在那里啊，这个抓蚬呐、啊，抓蚬，结果就在那时候呢，看到一个女子怎么往河中走，所以他们看得不妙，因为在那里的场景知道不好，所以马
上他们就去啊，见义勇为，把母亲救上来，赶快交给啊，应该那时候是这个台北啊，台北的这个桥头啊派出所，那时候当然是日据时代，所以日本警察很有正义感，马上说怎么了，就问他究竟，他就说一点原委。哦，他就很生气，他正义感很强，就把这个我家里的祖父母，他的父母找来，就啊好好言告诉他，哦对不起，把养母先找来斥责他，然后斥责过后就把养父母找来，那父就请父母啊你带回去，而且呢从此以后啊要好好的照顾他等等，他还讲一句为国家啊要啊照顾国家的这个下一代，那这些过程啊简单的说都有主的主宰，但是呢过回去以后这个日子也就很尴尬不容易，那这时候刚好他有一个表姐啊，表姐这个表姐呢要去日本东京读书啊，但母亲就想方设法啊就想跟着他搭个便车啊一起去，当时是不是搭飞机的，是搭船的，一起去日本啊，后来啊终于成就这个心愿，到日本呢、啊、翻转他的人生啊，我想这些故事到明天细讲啊，到那里遭遇各种不同的环境，而且战争那时候已经啊日本战败啊迹象已露，而且美国的飞机常常到那里轰炸，他一面打工啊，他能打工，而且进了一个叫做足啊，这个专科学校、专门学校，这个好好读书。但是呢，那时候打工是很辛苦的。那其中有时候，有时候这空袭来了，他要逃，大家要逃到乡下或逃到哪里，他都没有体力逃了，所以他就自己棉被一卷呢、啊，到外面，在房屋外面呢、啊，就是睡觉，因为怕房屋被炸而塌下来。啊，等到这个事情过来还活着，就是这样了、啊，就神奇的这个保守啊，很多精彩的过程，明天再说。其中有一项就是啊，他那时候就觉得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家这个亲戚的台湾的亲戚联络都没有回应，他真的是有一点走到绝路啊，再一次就是又觉得说又投降了，所以呢，他就啊，这个拿了，那时候在药房做事，在这那药房呢，就拿了这个药啊，这个他很方便取得药，就安眠药，一下就吞了。但是很奇妙，那个老板娘啊，没想到那天出去办事啊，走到途中一路啊，就是觉得心里忐忑不安，就转回来了。一转回来，看看妈妈已经在那里啊，这个口吐白沫倒。不知倒地在那里，还好他是药剂师，所以立刻把他救活。而且这位成为我母亲一生的贵人。常常我们呢，在小时候常听他提起一个叫做祖祖米的欧巴桑啊，这个欧巴桑真是善待他。后来这个欧巴桑呢，就把他接到家里啊，让他住在家里，跟他的女儿一起长大。视如己出啊啊！听说后来这祖祖米欧巴桑回到台湾，到末了病危病重的时候，哥哥还陪着妈妈去看望他啊，这也都是神主宰的贵人啊。那感谢主，无论怎样啊，后来在那里啊战乱中，感谢主是我的主宰，出现了一位他的白马王子啊，就是我爸爸，他是去读书的，没想到在战乱中啊，这些这个留学生都会相聚一起彼此打气啊，没想到他们就在那里从相知相识到相爱到结婚，所以1946年8月4号，我亲爱的哥哥就在东京出生了。到明天你会看到一张啊，我们家留着的格勒里台风之前的照片，只有那么少数十几二十张，其中那张最经典，就是21岁的妈妈抱着，那时候是两个月的哥哥啊，你看见那个真是啊，那是难得的画面，没有被洪水冲走，啊，然后后来啊，过了，刚好
就是战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啊，有一位台湾呢去日本演讲的人，我爸爸当时是学生，也去听演讲，想不到就凑着这个热闹啊，而带进了一个小风波，被卷到那个事件里，就被抓起来了啊。那是死了好几位，叫做涉谷事件，涉谷事件了。这你 Google 一下，马上就出来了。那没想到。那个事件里啊，就被卷进去，因为这是有一点点复杂啊、哦，不要讲它，跟我爸爸无关，完全无端卷入，但是因为这样就被关到这个美国，已经美国占领了哈、哦，美国的这个军队，美军的这个什么集中营去了，这一关到集中营，关了九个月，我爸爸还一个水壶啊，天天在那里刷牙什么的，还用了几十年，我们小时候都很珍惜那个，可惜现在不见了啊、哦。那爸爸那时候呢，也因为这样。他本来英文他背单字背得很好，那底子不错，那九个月就练就他非常好的英文能力，所以他英文日文和中文都相当好，后来跟他后面回台湾之后的职业，他做专门雇员有关，专门接待外宾啊，就不能多说了。无论怎样，哥哥他们就后来因为这个事件呢，就被遣送回台了。因为这样，我父母常常说，没有回到台湾，可能没有机会信主耶稣。因为日本是一个信仰的荒漠，所以主的怜悯回到台湾来发展啊，主的怜悯，我就过一年半两年之后，跟哥哥差两岁啊，两年之后我在台中出生啊，然后感谢主。后来呢，父母虽然是恋爱结婚，但是呢，个性都是很急的。啊，所以难免呢，家家就有一本难念的经，因为我们家还没有圣经啊。那时候呢，有一天两个吵架了啊，吵架以后，我们家住淡水河边呢啊，这个我就简单说了哈、啊，淡水河边。那么然后这个母亲呢，就跑掉了啊，跑掉了。那爸爸就紧张了啊，马上叫我们兄弟赶快去把他追回来。我们追过去的时候，在淡水河边找到他，正唱着悲伤的日本歌曲啊，这个真的是没有主啊，无依无靠，无求无告。但是感谢主，妈妈却是个正派的人，她永远常常讲一句话：世间人参像我，唔免识官府啊。世界上的人如果都像我，就不必设警察局官府了，因为他是个很正派的人。但是呢，正派容易生气啊，气势养不凶了啊。但是感谢主，就在这时候，他还有一件事，我们有传统信仰，家里拜拜等等啊。那妈妈呢，每一次拿起香来祷告，只有一句话：驾行，请你来迎奔啊，那给你买来。他就是真是叩门寻找就行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所以这一切就带下了我们家这个福音的种子，假神听不到，真神听见了。所以呢，就因为这样，我们兄弟有一天1963年在公共汽车上接到一张福音单张，那位福音单张就是我们在三重认识的这个钱喜彩弟兄他那里给的。我们就因为这样那张单张，让我们全家四口，父母、哥哥、我一起到我们大同北路明天追念的会场，在那里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们那一次受浸是这郑宝智弟兄的福音，加上刘穗弟兄两天的福音，总共三天，就我们就听见了这位真正他所要的又真又活的神。对，从此以后就展现了另外一个人生。出生之后可以有不好的境遇，重生之后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那从此以后就看见家里完全味道不一样了，连我这个我的舅舅舅妈，我的特别祖父外祖父外祖母一一都得救了。那我这个见证啊，我想没有办法细细的讲。得救以后啊，可以说全家族，后来我们算一算，全家族啊，总共信主100多人啊。那再加上父母都是传福音的人，在各种不同的境地来传福音啊，也特别当时后来在主的主宰里，开始了我们家另外一个事业，就沙利文西点面包。那很多人知道，在那个20年的岁月中，好多人因为在我们家工作而得救、而结婚等等等等这些故事，像今天也有人是在那时候啊，在我们家工作的啊，我就不用一一的说明。无论怎样，
耶稣是主啊，我们从此以后全家就有不同的情形啊。那感谢主，我想后来我父亲呢，在我们沙利文结束的第二年，1991结束，1992啊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啊临时发现有肺癌和肺腺癌，所以要55天就离开了。那我母亲呢，离我母亲离开总共27年。我母亲是44天，不过母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她因着有啊小轻微的脑中风，以至于成为失忆症，不是失智，所以她语言没丢，但是呢很多记忆丢了，这我看让她一个负责任的人成为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听了就忘，所以也就不记任何的忧愁了。那感谢主，特别我要感谢主的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哥哥，他可以说守在身边啊，事业慢慢可以淡化交出去，所以呢哥哥啊可以说这些年很辛苦，7-8年左右啊，可以说长相左右啊来照顾我的母亲，所以我还是能到处飞。那无论怎样，这一路都是啊那个陪伴叫我们心里得着很多安慰，不像爸爸的离开这样的急促啊。后来这44天是从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中毒，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胃口不好，后来就住到医院啊，一住到医院3天昏迷又醒过来，那段时间的表现明天再说，也是叫那个看护看了就叹为观止啊，觉得很少有这样的病人，这样的温柔体贴，这样的满了笑容，满了愉悦，满了安息，感谢主。后来在最后一个礼拜啊，大概他就整个是在昏睡中度过的，偶尔醒来掉一点点的表达以外没有别的。无论怎样他没有痛苦，我们能见证他没有听他叹息过或者呻吟过啊，那我们呢看他是平平安安的安息主怀。感谢主，父亲到68岁，母亲到93岁，他们两个差1岁而已，但是呢却有母亲呢这样陪伴我们，让我们得了很大的安慰。我只能简单的说到这里，愿主祝福 Amen。 大家的榜样明天细说，我们真是可以学习他为主为教会的摆上，甚至看见主的怜悯 Amen。 我们请家属可以几位来做见证。一起上去拿着好了，因为刚刚觉得声音太小。我1974年和关宏弟兄结婚，新婚之夜，我母亲就来到房间告诉我，我没有女儿，我就把你当作女儿，所以以后不可以叫我婆婆，要叫我妈妈。有一天我们上街手牵着手到了一个店里，那个店的一些店员就问，哎，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妈妈抬头看看他们像不像，没有回答。然后他们几个店员就说，看样子就知道一定是母女嘛，那婆媳怎么会牵手？我们两个就相视一笑，真的是会心的一笑，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说婆媳这个问题是天下难解的问题，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见证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光和我和我结婚后一直住到1977年，3年后光宏弟兄蒙主呼召全时间服侍，直到如今我们都住在会所，到哪里服侍就住在那里的会所，很少住在家里。那我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是全力的扶持我们，从来没有拦阻。有一天我爸爸就是我的公公告诉我说，我真是感谢主，
竟然我们家可以出一个侍奉神的儿子，这是神恩待他，我听了真是感动。这就是我父母的见证，他们从不拦阻他的儿女侍奉神，并且以侍奉神为荣。家里只有两个孩子，家里事情很多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因着家里的需要把光宏和我招回来服侍，没有，他们都是以神的事为念，主的事是第一。就着我这么多年在成为这个家的一员，我看见我的公婆今天可以讲了，妈妈你安息了，我可以讲了，大家会清楚到底我在讲谁。在奉献的事上，特别财务的奉献的事上，我看见他们是如何竭力摆设。不止在大会所的购置上，他常常是贷款来奉献。在平常，他非常照顾全时间服侍者，他照顾一些在周围，在照顾一些在周围贫穷的圣徒。我看着这一次妈妈安息，之前住院，好多的弟兄姊妹来跟他说，谢谢他给他们这么多的扶持。看见他们平常就是这样的，把自己绝对的摆上。我这几天在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他只有一个皮包，我找不到第二个皮包。这个皮包是什么？就是他放圣经和诗歌的圣经包。他没有。然后我问哥哥妈妈有没有首饰，有没有宝，这些珠宝，哥哥说没有。他是可以有的，可是他从来不用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他的风格，他这样。可是他表现出来到人面前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雍容华贵。我常常想他没有宝石，因为他自己就被神做成了宝石了，他已经建造在新耶路撒冷的里面了。这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不需要外面的装饰，基督就是他最好的装饰。母亲在一月二十日早主日的清晨，主日清晨就是主复活的日子，巧巧的主来接他回天家了。他到他所爱的主那里，亲爱的妈妈，谢谢你为我们留下这样的风范和榜样，我们爱你，我们会永远的怀念你。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喜乐见到你们来这里。我是李守正弟兄，是长孙。感谢主。那从美国回来，因为我这几天一直都在预备祖母的这个安息聚会的这个 PowerPoint， 所以呢并没有特别的为这个场面这个时间来预备，但是我还是愿意说一点点关于我祖母在我身上的影响。在我小时候还不认识字的时候，我就常常会哭，不是哭，就其实有这种忧伤，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忧伤。那祖母呢，有一天就带领我呼求主名，带我祷告。在我还不懂得、还不识字的时候，忧伤的时候，就带我呼求主。那就很喜乐，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呼求主名就可以高兴呢？这个跟着也不会祷告，那很小嘛，那就
就口把口就这样祷告。哎，他说一句我就说一句，现在根本就不记得到底那时候说了什么，但就是一个印象。哎，跟祖母呼求主名以后呢，祷告完以后呢，就非常的喜乐。那后来就常常去找他，就心里苦闷的时候就会找我妈，还不知道要找主啊，所以不懂得需要去找主，就觉得哦，阿妈很好，去找阿妈就有喜乐，但不知道说那个喜乐是从主来的，啊，但以后就懂了。但是那后来，再大一点，祖母就带领我操练灵。也是小朋友一个什么都不懂，反正祖母说什么我就做。哇，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那边就操练喊哦主 Amen 哈利路亚，哎呀就跟着他喊啊，那小小的孩子不懂就跟着喊，哎呀就喊了，看祖母喊了，心这个非常的喜乐啊，我就喊了就喊了，那我就从小就奠定我一个，从零入门的一个基础。我不懂的道理，从小我不懂道理，但就知道说，呼喊主名很喜乐。跟着祖母操练灵很喜乐。那这个是主给我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机会，这样的把祖母啊带领我进入属灵的这些的操练里面啊，我非常的感谢主，非常的感谢我的祖母，让奠定我一生啊能够走在主的这个道路上，也很感谢他帮我取了个名字叫做守正。从小不懂，以为说我就是正的，但是后来长大就是说我不正，守正是因为你不正，提醒你要守正。感谢主这个怜悯啊，之中也让我以前也觉得说，因为我跟着祖母，所以我也好像有一点那么味道，我就不喜欢跟外邦人在一起，学生的跟同学不喜欢在一起，我喜欢跟弟兄姊妹啊，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学校的同学我都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就觉得我很正派啊，他们太糟糕了，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但是主怜悯也是一样，主怜悯我，光照我啊，我相信我祖母也是有一天。他还是觉得说，我记得他有一天，他因为让我爱这首诗歌不长啊，不是不早啊，不是早期并没有在我们中间唱。那有一次当李弟兄过去以后，后来开始唱的时候，我祖母第一次唱的时候，哇，他哭啊，我都看着他哭啊，他哭啊，他说哇，这是什么样的人？他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怎么有这样的人让我视而不受赏识？怎么可能呢？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坐在人面前，要坐得正，要坐得对，要人家看得到。啊，他唱那首诗歌，他哭啊哭。那慢慢我也懂哦，主啊，我也是一样，主啊，我也是个罪人，我也需要学习哦，有这样子一个。一个认知啊，所以我的祖母从小到大，我的祖母对我的影响在属灵方面非常的大。那他也一直提醒我们，要爱主，从小就告诉我们，从我们还在一二年级，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还刚刚读上课的时候，就叮嘱咐我们，然后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我们从小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正业是服侍主，我们的事业是副业，为了要让我们服侍主，所以从小祖母就是一直的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感谢主 ，Amen。Amen， 感谢主 ，Amen。听到我们有家属的见证，实在是让我们摸着，我们师母实在是非常好的榜样。对，爱神爱人，阿门，没有自己，阿门。
就是他留给子孙呢，其实最大的资产，就是这位主耶稣，然后呢，成为整个全家的这个榜样。那我们请大家翻到手册第五页，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愿主同在，只等再见面。是陈志廷姊妹，我从小在儿童班长大，可是就着我天然的人，对于年长的弟兄姊妹会心生恐惧，总是觉得哥哥满了威严，所以在小的时候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其实对李师母不太认识。那跟李师母的认识是在这李弟兄的公司上班的时候，那师母一知道有位姊妹到公司上班，就来找我认识我。他就问到我的家人，问到我的成长，那又问到我的教会生活。那在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位师母虽然仍然也有说不出的威严，但是却又好亲切，就好像邻家的奶奶一样，顾惜人一样。那我所认识的李师母是一位扶持弟兄姊妹，并且珍赏弟兄姊妹的人。那有一次呢，师母为着预备爱宴，那因着那家人都忙碌，没有人能够开车载李师母去采买爱宴的材料，那他就突然来找我，问我有没有空，能不能开车载他去内湖好事多去采买。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在那时候其实因为我还年轻，其实没有几个人敢让我载。那但是师母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说，我应都 like 呀。那在那时候，我就觉得深深觉得说，原来我这一个小小的器皿也能够进功用。那师母是一个向主化认真的人。那有好一段时间，有几位姊妹会利用上午的时间聚集在李师母家有追求。那我也跟了几次，那并且我也跟师母在同一个区聚会有一段时间。那许多时候，我观察到师母，她总是拿着放大镜，逐字认真地读着主的话，并且他总是认真地听着，并且满了阿们的珍赏每位弟兄姊妹里面的那位基督。那而我有许多时候也经历到师母的扶持与供应。那在前几天去看在安宁病房里面的师母的时候，其实就着天然的人，当然还是会有许多的不舍，
但听说在师母身上没有任何的痛苦，因为医生提到一般在安宁病房的人多是皱着眉头的，因为身上如果觉得痛其实无法表达，只能皱着眉头来表达。但是在李师母身上不仅看不见皱眉头，看见的竟是安息，并且安息的睡着。感谢主能拾起悲伤的心，盼望那日我们在荣耀里再相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平安喜乐。阿们，我是张慧珍姊妹。阿们，说到我们家跟李师母家的渊源，算是相当的深远。怎么说呢？我们是多年的邻居。那李弟兄常来我们家，爸爸开了药房买药，然后甚至跟他传福音。所以说，我们家。能够信主得救，一面是出于神的主宰和怜悯，一面真的是也是要感谢这个李弟兄跟李师母这一家神福音勤奋的祭司，能够与神配合，然后在爱中牧养我们，照顾我们，使我们一家能够信主得救。阿们。所以说听到说要做见证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时间很紧凑，那我只能听着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我甚至我还没出生，所以我要听着妈妈的转述，然后再次来为妈妈做一个为李师母做一个简短的见证。那在此有四个点要与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看见李师母带妈妈得救是李弟兄的好配搭、好帮手。Amen。当李弟兄带这个爸爸得救以后，爸爸就开始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主耶稣疯狂的爱人。Amen。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就觉得爸爸很奇怪，很气爸爸为什么得救以后一直跑教会。然后一直接受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李师母就开始来向妈妈传福音。刚开始妈妈也不太能接受，但是因为李师母锲而不舍的精神，很温暖的把妈妈带到福音聚会中。那半年后在爸爸得救半年后，妈妈也跟着得救了。Amen。第二个，我看见李师母是一个蛮有人性故行、充满神的爱、感动我们一家的人。Amen。李师母实在是很有神的爱。有一次妈妈因为小产住院，然后正担心说四个孩子没有人照顾的时候，这个时候李师母跟妈妈说不要担心，这样好像在跟妈妈说不要担心，一切都有主的预备。然后李师母就亲自把这四个孩子带回自己的家里，一个一个为他们洗澡。这个时候其实当我听到妈妈这么说的时候，我心生羡慕，一面心生羡慕中，我还没有参与到，因为我还没出生。然后那一天妈妈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二姐啊也还记得这件事，然后二姐说这一幕幕历历在目啊，回想起来真的是让我们心生感动。然后隔天呢，李师母还煮了一锅腰子麻油鸡汤来给妈妈补身体。啊，还有一次因为妈妈身体有状况住院，那李师母为了要陪同妈妈在医院里面，那也请人来我们家里帮忙打扫做家事。那夜晚李师母跟妈妈一起在医院陪妈妈祷告，让妈妈心里觉得非常的安心稳妥。那这一群孩子们呢，也觉得怎么有一个阿姨这么对我们这么好，觉得很开心。那我们看见李师母真的是一个爱神也爱神家人的榜样。就像保罗说的一样，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甚至花上自己。阿们。第三个，我看见李师母是充满神性的喂养，是一位好牧人，充满神的智慧，坚定持续喂养神的群羊。阿们。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阿们。李师母不仅带妈妈得救，而且他还喂养妈妈。阿们。约妈妈一起来追求主，但是他相当的有智慧。他跟妈妈说，
你不用特别空出什么时间来，你就买完菜之后直接来我家，我们就一起来追求十二篮书报。阿们在妈妈来讲，妈妈觉得说哎，好像很轻松就可以达到，所以就因着这样天天来在一起，坚定持续的吃主喝主享受主。不知不觉妈妈对主的话就越来越有胃口，然后对主的经历也越来越丰富，然后也就这样尝到主爱的甘美。我们第四个要分享，李师母是一个充满配搭服饰的灵，也充满香调的灵，并且培育小羊成为一个一起配搭的活力伴。我们李师母不仅带妈妈得救喂养妈妈，并且告诉妈妈要成为一个看望的人，香调的人，经常一同出去看望，多认识弟兄姊妹，供应生命，借此来经历基督身体的丰富和实际。阿们。于是妈妈就常常跟着李师母一起配搭看望，成为李师母的好活力伴、好配搭。阿们。然后在12月24号晚上的时候，我们得知那个李师母在台大医院住院，然后隔天我就陪同妈妈一起去台大医院看望。虽然李师母因为用药的关系有一点嗜睡的情形，我们就在李师母耳边唱诗祷告赞美神。Amen. 相信李师母也在这个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唱诗祷告赞美神。Amen. 如今李师母安息主怀，心中虽然很不舍，但我们相信主耶稣会擦干我们的眼泪。Amen. 那日新耶路撒冷我们还会再相见。Amen.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爱主的李师母成为我们的榜样，激励我们继续奔跑这属天的赛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接下来由我们弟兄们来为师母做见证。阿们。有几位同工们，我要见证我们李师母是爱主爱教会的榜样。他是今日的玛利亚。2009年到2015年我在三重配搭，那么刘玄和弟兄他每周四他设立了一个圣经讲座，李师母都是最早到会。他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每次到会都是用他的脸，用他的全人，是安静坐在主前听主的话的玛利亚。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我这6年在三重配搭，没有听过李师母讲过一句话。Amen。 但是他就是用他的表现，用他的彰显，这样子的全人摆上的静听主的话。所以就像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他也成为稻香膏的玛利亚。真的是爱弟兄姊妹，他没有说什么，没有表现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花费，这样子的摆上他的全人。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世代我们有这样的榜样，真的是要感谢主，为他做见证。玛利亚在主高了主， Amen， 就让我们这一班人能够迎接主的回来。Amen。 我们觉得很不舍，因为我所敬爱的李师母离开我们。Amen。 我觉得他实在是主给教会一个莫大的祝福。Amen。 不仅福音临到他们这个家，其实借着他们也临到了教会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我的小舅子南正坐在这里，那时候他在沙利文工作，记得我结婚的那一天他被邀请到福音聚会里得救了。得救后他有一天跟李师母讲，我还要喝酒啊，我还要打牌等等。我还记得李师母是这样跟他讲，怕你喝酒的时候不要忘记跟主耶稣干杯你打牌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打耶稣牌。
所以亲爱的南正弟兄就真的喝酒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干杯，打牌一面打牌就一面讲主耶稣，到最后连牌友都很讨厌，因为打牌还要听福音的话。感谢主，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到了1998年，我到三重去服侍，我们的师母话不多，但他用他自己总是那么端庄那么高贵坐在那里，却满了笑容。我们也不能说尽有多少次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在爱中款待我们。我们只能说谢谢主，把这样一位好的师母摆在召会里。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6章说，问蒙主拣选鲁弗和他的母亲安，也是我的母亲。谢谢主把这样的师母赐给我们，不单是李家的妈妈，实在是召会的母亲，什么众人的母亲。谢谢主。光华共两位兄长，还有守正，还有各位亲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李师母在主里安息了，我们实在是万分不舍。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首先打电话给我在美国的大哥，他也没办法赶来，他特别要我跟兄长们致意。第二，刚才听到光荣在这里交通，还有我们早来一点把这个仔细的阅读一遍，我发现哇，那个李师母啊比我妈妈大1岁，但是我妈妈比李师母多一个弟弟，我妈妈有7、8个弟弟一个妹妹啊，她也是长女啊。感谢赞美主。我想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人生当中，李师母一直在那里坚持的要寻求真理。像啊，光荣弟兄常常交通道的，我们都会背，我们啊传福音的时候也都是这么诉说的。感谢主啊，李师母她终于在这样主的主宰里面，这个遇见了，也发现了这个唯有耶稣是可信可靠，唯有耶稣是真实的。感谢赞美主。他也一生因为得着这位宇宙的至宝，一生忠信的也坚贞的一直走到底，来为这位救主做见证。哈利路亚。他实在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神性满意在他人性的美德里。李师母也是那样的谦和的对待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我只有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到他的府上去拜访他。有一次我想是因为也要顺便去拜访光华弟兄，光华兄长，我在那里碰到李师母，是那样的温柔亲切谦和的来服侍我们这些小弟兄，我实在是非常的受感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的师母在这里做完了她甜美的荣耀的见证，也在主里安息了。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家属应当首先从主得着安慰。荣耀归神。我们也求主纪念我们师母所留下来的美德风范，能够长存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我们也同样踏上这样信心的脚步，来服侍我们可敬可畏的主。Amen。
虽然我们都知道光华弟兄全家都是在主里刚强，但是站在这里还是觉得百感交集，因为这样就代表将近三十几个年头。我或许比前面几位同工们更有机会一点，因为光宏爱年轻人，所以在1980年、81年他在永和服事的时候，特别提拔或是说特别照顾青年人，要青年起来承接责任。我就在主日主宰的那个时候看到李师母，看到他们全家，在那个时候印象知道光华弟兄是特别忙，知道家里他们家里面这个是有生意的需要，但是只知道光华弟兄这样的摆上服事主，家里非常支持他这个全台湾的福音工作。那个时候开展，他开着一个小小的喜美的车子，都是家里面支持，载着刘志成弟兄等等去开展，这是我们初步的印象。当然慢慢的就看到李师母也光华弟兄也是一个非常敞开的人，愿意像我懂点工程多一点帮帮忙，看看家里面的事情，就多跟光华弟兄跟李师母多有点接触。我们很多人在这里都羡慕今天光宏弟兄能够在各面有许多的供应，许多的服事，或是光华弟兄今天在三重承接很多的责任。我想看的是生平，虽然我是很早就读到，也很在李弟兄，就李文志弟兄过世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一些，那今天这一篇是更完整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或许都跟我有同感，当我们羡慕弟兄们姊妹们服事的那个恩典的流出，那个恩惠的背后，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在你身上跟在他身上同样的环境的磨练呢？这是我第一点的感触，就是要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必须不能拒绝苦难。这个苦难大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说接得起台湾的给的。今天很多人选举一直讲台湾价值，我知道另外一个企业的名人的妈妈几乎就是跟李师母一样的遭遇。那时候台湾就是说，有时候小孩多真的需要像卖掉一样的换取一些经济来养活其他兄弟姐妹。但是你知道那个神的主宰，连那个在蒙拉的要起拉的人也会被神使用来救李师母。你看多少次连那种涉谷事件根本就跟李弟兄无关的，都要把他这样那样七转八转，最后一切在神的经纶之下，要叫这个家得生命。所以我觉得出路绝了却非绝无出路，遭逼迫却怎么样不被撇弃，打倒了却不致灭亡，在我们姊妹身上真是看到了。但是很多人经过这样的环境，露出来是愁苦，露出来是岁月的刻痕，哪里像大家所见证的李师母，就是在临终的时候仍然是面带喜乐。光宏弟兄跟林姐一样，都是不愿意麻烦的别人的人，我相信光宏弟兄也是，都叫我们不要强调他，不要注重他。李师母跟我说，林姐跟我说，你不要去看啦，他不太认得了。我就是抗命一次，我就偷偷去，我就不跟林姐报告，我去坐在那边，主日都不会有人来，光华也不会来，他们都太客气。当然我知道他已经不能吃饼，按照我习惯，我跟袁兴都有这样的习惯，我们会带饼杯送去给他。你就发现说，即便他在那个懵懂好像意识不清的时候，仍然在某几秒钟突然眼睛看着我，一定要对我微笑一下，那个笑容一直就是没有改变的笑容。我相信他是看到我的。所以我真是觉得以赛亚书53章那边所说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怎么样，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在我们老姐妹的身上一切都化成合乎主用器皿的训练过程。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在1992年，我还记得光华弟兄6月6号，或许我有这个机会，没有人像我这么靠近光华弟兄。李文志弟兄过世了，
就从病房移出来，我也是其中之一，帮忙把这个遗体啊再往后送。我知道那一刻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伤心。而那个时候正是主的恢复在89年到92年大转弯的时候，许多同工们在座都知道，我最佩服的就是从陈宏俊弟兄以来那一代的同工们都在那个时候环境的再一次的磨练，外面的环境就算了，在主里面的环境，侍奉主的环境竟然能够走得过来，成为众教会建造的重要因素。现在终于揭秘了，对不对呢？光弟兄能够有站在那边，并不是因为只有他在主里面，而是他承继了他母亲这样的一个基因，从小就是这样子，必须要撑得过去。只要方向正确，只要是这个意向正确，我们就坚定不移继续下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莫大的努力跟安慰。那么用第一点就是和屋主用的器皿是需要经过环境的磨练来彼此共勉。第二点就是所有的一切沙利文都是为着福音。我们有机会到光华弟兄家，被大家招待，光华弟兄也在新家也好旧家也好，你会看见在沙利文李师母忙里忙外跟我们讲的是那个人客哦，可能会接受福音，怕会说啊，那个店员我跟你说已经听到就啊，后面会怎样。好，这个你就发现李师母哪里是真正在做生意。我跟你讲，最高明的生意就是不是在盘算生意，而是从阿巴父神，从耶稣基督恩典里面来经营一个生意，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着福音的好处。我相信不仅是有原心的小舅子这样，其实很多人都从李师母身上得着福音的好处。第三个就是实在来说，言教是不如身教的。我们老姐妹的榜样，我相信品评在这边历历千千，我们从看他们从小长大，一直都受阿嬷的耳濡目染，能够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好像不言不语却是莫大的能力，好像是不是哗众取宠，但是却是蛮有智慧。多少次光弟兄很孝顺，都跟我们去三重负责说，你要看到我妈妈要招呼一下，我们当然会招呼光弟兄，你不用交代。但我们的挫折就是他不会太接受我们这样的招呼。你知道，你要跟李师母打招呼，你要非常智慧，你不要让他感觉大家都在注意，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愿意大家太注意他的人。你不要做什么为了他，光华弟兄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守平守欠守立，在这种追思的之余呢，一定会承继阿嬷的这样的美德，在侍奉上，在社会上，在家族上。特别刚才中平的爸爸坐在我旁边，我看到所有家族对于这个姑姑啊都是毕恭毕敬。我们在盖老会所的时候，李师母的方向就成为大家的方向。我指的包括刚才林姐讲的奉献，当李师母是这样的奉献的时候，总平的爸爸我怎样，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也是大额的奉献？到现在为止他们一切是马首是瞻。虽然李师母安息了，我们盼望李师母的家族们，我们仍然好好在教会生活中以他为榜样，化成千千百百的李师母的榜样。这个就是我们有一天跟他再见面最大的意义。一个甜美的榜样胜过千言万语，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想要为我们亲爱的李师母做见证，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那我就简单的做一点的一个总结。总结之前先做一个小插曲哈。我姊妹呢，她国中的时候，她曾经听见李光宏弟兄讲到，他就心生羡慕，他就说到将来我也要嫁一个同工弟兄，感谢主，他终于如愿了，所以呢，这也要归功于饮水思源，也要归功于我们亲爱的李师母，带了他们的家族得救了，也成全我们的光宏弟兄能够一生服侍主。好，那我对李师母的印象还有
他的为人啊，归结六个点，六句话。第一个，他是和蔼可亲，谦让宜人。啊，李师母的特点啊，就是正直良善，端庄高贵，温柔体贴，笑容可掬。第二，他爱主爱教会爱弟兄姊妹，啊，他经常爱宴圣徒们，啊，刚才弟兄刚才也有做见证，他实在在财务的摆上是竭尽心力的，顾到圣徒们的需要，啊，他是节俭待己，慷慨待人。第三，他是竭力追求啊殷勤服侍，啊，他的确呢是以父的事为念，啊，他以服侍主呢为乐，啊，以侍奉神为荣。第四，他传扬福音多结果子，啊，那在这个介绍里面呢，说到他带了家族人啊，前后100多人得救，包括沙利文的许多的员工。我们亲爱的李师母的确是良善又忠信的奴仆，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主一定会跟我们的李师母按一个赞。你这又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他的确呢，实在是尽心尽力的能够爱主服侍主。第五，他李师母呢看望圣徒，照顾病弱。我举两个小例子啊，有一位圣徒生病了。那李师母呢就煮鸡汤送到他的家里面。那有一位弟兄呢，他骑机车手摔断了，那李师母呢就亲自煮了一锅的鲈鱼汤能够顾到这个慰问我们的弟兄。好，第六他为人祷告扶持青年人。李师母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为周遭的、为教会、为圣徒们尽心竭力的祷告，感谢主。那李师母呢，的确是一个奔跑赛程直到路中的人，就像保罗说，他一得救呢，他就开始奔跑这条赛程，到了路中的时候呢，保罗呢继续奔跑这个赛程。那到了末了的时候，保罗呢就跑完这条赛程直到路中。我们亲爱的李师母也是一样，像保罗一样他奔跑了主所量给的这条的赛程直到路中。所以呢，从此之后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也为谁，也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呢，我相信呢公益的冠冕也一定为着我们亲爱的李师母存留。第二呢，冠冕呢，我稍微看了一下，有四种，一个是公益的冠冕，第二个呢是生命的冠冕。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呢必经过试炼以后呢，他们必得着什么生命的冠冕那这个至始忠信的人必定得着生命的冠冕。第三呢，荣耀的冠冕就是我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必要得着什么荣耀的冠冕还有呢，第四个是喜乐的冠冕我们所服侍的圣徒们若在主里站立得住，他们就是我们的喜乐、荣耀和冠冕。所以呢我在这里总结的讲，李师母每一样都有，他可以得到什么公义的冠冕，得到生命的冠冕，得着荣耀的冠冕，得着喜乐的冠冕，他的确是我们众人的榜样激励我们我们不要仅仅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主啊，我已经领到了得救的证书我已经领到了进神国的门票，这个是不够的我们要像李师母一样，求主呢感动李师母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盼望我们也都能够呢竭力的奔跑这条赛程，好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跟我们亲爱的李师母握握手，说感谢主，我们都能够一同的得着主的奖赏。好，感谢主所以呢，末了我们勉励在座的各位，我们要持守我们所有的冠冕，免得
有人夺去我们的冠冕啊 ！Amen。好，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们再请一下光华弟兄，再有点为妈妈的见证。好的。Amen。感谢主。这个爸爸在过世之前呢、啊，他是什么话都没交代，他只交代了一件事，他说：“你妈妈已经快70岁了，你要好好的对待她。”这是他最后跟我的一个交代。在我这个27年前呢、啊，我聚会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基督徒，啊，有很多的借口。因为我在做生意啊，我可以不参加很多的聚会，但是呢，妈妈呢却是每会必到。那我为了载妈妈去聚会，我自然而然我也快要每会必到。感谢主，这个20几年来，实在是因为妈妈的影响，妈妈的爱主，她的这样的种种的，让这个。榜样的，就跟随在旁边，慢慢的看，慢慢的，实在是感谢赞美主。这些年能够对教会的事情有点关心，也实在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她对教会的这种，她这种关心的程度呢，是很难得，像怎么说呢？她是无所不至的。无微不至的，想到的都是教会的事情。主耶稣，感谢赞美主。今天妈妈呢，在这27年来，我照着爸爸的吩咐呢，我真的是尽量做到。跟爸爸说，我向爸爸报告，我已经尽力了。感谢赞美主，妈妈这样子安详平安的离去，我们实在是一方面。实在是万分的不舍，但是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欣慰。他实在是在这些日子呢，他是一点苦痛、一点的痛苦、挣扎都没有。真是睡了，睡了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请两位弟兄可以为我们整个聚会的祷告。主耶稣，主耶稣，赞美你就是生命，赞美你就是复活。主啊，虽然这是不舍的日子，哇，可是借着我们亲爱的李老师母，哇，他的见证，他的榜样，爱你侍奉你，他牧养神的群羊，主啊，为此他是叫我们得着了激励，阿门，得着最大的安慰，阿门，三岁愿意盼望，阿门，像你师母一样，阿门，主啊，得着这公义的冠冕，得着这生命的冠冕，阿门，荣耀的冠冕，阿门，喜乐的冠冕，阿门，促使我们，阿门，能奔跑这属天的赛程，阿门，谢谢你，阿门。主，我们感谢你，阿们仙女向上敬拜，阿主耶稣，阿们我们的师母在这里，阿们为你做的美好的见证，阿们主啊，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阿们像他一样，阿们一生爱你，阿们爱教会，阿们爱众圣徒，阿们为你摆上，阿们主耶稣，阿们谢谢你，阿们这样的榜样，阿们成了我们最好的喂养，阿们也激励我们，阿们同来奔跑前面的赛程，阿们主感谢你，阿们师母在你面前所做的，阿们都蒙你的纪念，阿们主啊感谢你，阿们今天在你里面，阿们安息，阿们何等的喜乐，阿们感谢主，阿们主耶稣，阿们求你，阿们百般的安慰，阿们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阿们是我们的家属，阿们愿他世世代代，阿们跟随他的教宗，阿们提起他的榜样，阿们爱你，阿们追求你，阿们侍奉你，阿们直到路中，阿们求你听我
我们的祷告，阿门。借着我们的师母，阿门。成为我们众圣徒的榜样，阿门。主啊，我们也跟随他的脚踪，阿门。一生一世来爱你，侍奉你，阿门。感谢主，阿门。当跑了路赛程，阿门。他已经跑进了，阿门。美好的仗，阿门。他已经打过了，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所信的人。是信仰，阿门，还守住了，阿门。从今以后，阿门，有公义的冠冕，阿门，为他存留，阿门。感谢主，阿门，哈利路亚，阿门，荣耀归你，阿门，阿门。那早上的安息聚会大致就停在这里。那等一下的行程是我们会瞻仰遗容，然后之后呢会到二宾去火化。火化完之后呢，最后呢会到林口跟李文志弟兄，睡在那里。那在瞻仰遗容之前，容我再报告一下，明天在三重，大东北路36号呢，就是大东会所有追念聚会。那明天呢，请弟兄姊妹呢，如果参加追念聚会，还是请你带这一本手册，我们明天还是会用到。9点半开始。9点半开始，那就请各位能够尽早准时或提早能够到。阿门。阿门。谢谢我们继续。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预备的很多东西都不够，我们单张100份啊，但是很多弟兄姊妹手上没有拿到，外面大概有170几个，就连里面啊。那第二个，我们点心呢就临时增加了40份，那所以等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要拿，我想我们都有预备，尽量充分。那等一下我们有一个瞻仰遗容，那会请家属到后面。那瞻仰遗容的时候，我想请这个现在坐在中间这一排的红色的这个圆椅子的姊妹们弟兄们把椅子收起来，然后拿到外面去，等一下我们这个动线比较方便。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请家属站起来。对，好，来家属请转过身来哈。对，然后请家属向现场弟兄姊妹家人鞠躬，谢谢各位来参加，鞠躬。好好好，谢谢。那我们接着瞻仰遗容哈，来，李丢，
谢谢你，阿门。让我
时候，我也在安息的里面。谢谢你，等到你回来，让我们再见面。对，我们要再见面。阿门。纪念你师母。阿门。谢谢你带领他的一生。阿门。我们赞美你。阿门。然后借着弟兄姊妹的见证。阿门。我们众人同得激励。阿门。哈利路亚。阿门。荣耀的盼望，阿门；永活的盼望，阿门。赞美你，阿门。是暂时的离别，阿门。直到再相见，阿门。荣耀你，阿门。主耶稣，阿门。赞美你，阿门。谢谢你，阿门。我们的师母，阿门。我们众人的榜样，阿门。我们一生就赖你，阿门。榜样，阿门。稳固我们脚步，阿门。哦，这样榜样，阿门。忠心爱你，阿门。前面道路，阿门。愿你保守，阿门。愿你眷顾，阿门。有你师父同在，阿门。等候你的再来，是等候你的再来，阿门。为我们荣耀的盼望，阿门。师父肩上的劳苦，阿门。能够到你那里，哦，主耶稣，阿门。谢谢你，阿门。到那日我们还要再见面，阿门。与你相见，阿门。赞美主，阿门。亲爱的李师母，我们在主的掌力中，阿门。等候哦那日的复活，阿门。哦，我们真是哇，哦，我们可以祝福纪念，阿门。师母的后代，阿门。个个都能够爱你侍奉你，阿门。哦，都能够跟随效法我们李师母的榜样，阿门。Thank you.